等久了吧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黄焖鸡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调料，放进冰箱腌制30分钟。最近他总是熬夜，气色不好，先给他热一罐小鲜炖鲜炖燕窝，身边的朋友也都在吃。锅里加一点油，配料我都打在屏幕上啦，关键就是这一勺豆瓣酱，先炒出红油。啤酒代替水，肉汁会更加鲜嫩。香菇、土豆、青椒是不能少的，盖上盖子焖20分钟。燕窝也热好啦，它都是下单先炖，每周人先配送。吃了一段时间，气色确实有变好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是用平底锅就能做的牛肉干，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切好的牛肉条加入葱姜，捞熟去除血沫，油可以多一点，牛肉条煎炸至变色就可以了。留下一点油，加入屏幕上调料炒出香味，均匀的裹在牛肉干上，丝丝入味，超有嚼劲的牛肉干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用牛肉丸子给他做个特别的菜，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料汁的配方我都打在屏幕上了，等油温升高，下丸子炸到有点膨胀微焦的状态，听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有多酥脆了。淋上之前调好的料汁，抓拌均匀，炸到膨胀的牛肉丸充分的吸收了味道，外表酥脆，里面却特别的 Q 弹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这么多牛肉，买了120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牛肉小零食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加入屏幕上调料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调味，像我们家爱吃辣，所以就加辣椒粉，记得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这样肉才不容易散。在肉泥上铺上保鲜膜，按压平整，压到没有空隙和裂纹就可以进烤箱了。烤箱120度1个小时，倒出肉汁，一层油脂一层烤网，然后倒扣过来，然后再进烤箱65度，每隔1个小时翻一次面，直到水分烤干。我一共切了3种大小，一个是牛肉粒的，还有一种稍大一点，最后一种是牛肉棒，吃起来不会那么柴，而且更有颗粒感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嘿嘿，我又来了，鸡蛋加沙拉酱黑胡椒捣成泥，吐司切片，一个鸡蛋加入半杯牛奶，撒点黑芝麻搅和搅和，拿吐司沾满鸡蛋液，放上鸡蛋沙拉卷起来，就可以进烤箱了。放进烤箱180度20分钟，切开摆个盘，涂上自己喜欢的酱料，培根吐司卷就做好啦。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吃肥牛吧，像这样的锡纸盒超市都有卖。铺上一层金针菇，再铺上肥牛，这可是我珍藏已久的蒜香味料汁，记得要做好笔记哦。撒点青红椒，用锡纸把锡纸盒包裹住，煮的时候给他做一杯他最喜欢的撞奶。桃子要用盐洗，搓去表面的绒毛，削下来的皮不要丢，等一下有用。果肉切丁，装进杯子里，桃子皮加冰糖煮开，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粉粉的颜色。再来点白凉粉，倒进杯子里，放凉冷却，加入椰奶搅散，这样一杯好看又好喝的桃汁夭夭就做好了。划开锡纸的那一瞬间，香气满屋都是，入味的金针菇和肥牛用来下饭真的太绝了。这么丰盛的一餐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知道你没什么胃口，给你做了开胃焗饭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开胃焗饭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学做。我觉得半途而废可不好，我要给你做饭做到老。开胃的秘诀来啦，我的10克番茄酱，每瓶都含有6个阳光大番茄，螺旋式封口设计，锁住酸甜，方便卫生。搅拌均匀，然后压平，铺上我最喜欢的火腿，再来一点我的10克番茄酱，撒上芝士，盖上盖子，小火焖一下，酸甜好吃的开胃焗饭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捞汁小海鲜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把清洗好的河鲜放进九阳蒸汽饭煲 S 餐里，
这个饭煲是玻璃内胆，烹饪的过程都看得见。调一个料汁，配方我已经放在屏幕上了。抓住夏天的尾巴，给爱的人做一锅腊汁小海鲜吧。今天这种泡菜吃法你肯定没吃过，猪肉要选肥肉和瘦肉三七分的，这个肉馅不管是包饺子还是做包子都特别的好吃。抓拌均匀之后，拿一张饺子皮把它包起来，像这样顶部一捏就好了，很简单的。锅底一层薄油下锅煎，煎到底部这样焦脆焦黄的时候，倒入淀粉水，盖上盖子等水分收干，撒上芝麻还有葱花就可以出锅啦。看到那一圈好看的冰花了吗？超级酥脆，特别香。娃娃菜像我这样切成四等份，先把姜和蒜炒出香味，加入皮蛋和火腿，然后倒入清水，来一把金针菇和娃娃菜，因为加了皮蛋的关系，只要加一点点调味就特别的鲜了。一口锅贴一口汤，神仙来了也不换，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对了，有很多小伙伴也想拍视频，但是不知道怎么选题材，抖音搜索创作灵感，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图，点击这个图它就给你好多的创作灵感主题，而且还能很直观的看到哪个方向的主题比较受人关注。你看我这一期选的就是这个饺子皮，你们也可以试试，还挺好玩的。美食博主在家做出的全家桶会是什么样的呢？第一个就是薯条，想吃多少炸多少，选择空气炸模式，五分钟就炸好了。用开水烫一下鸡皮，腌制的配方我打在屏幕上了。在鸡肚子里塞点苹果块，增加果香。放进美的初见烤箱，选择旋转180度70分钟，每隔半小时刷一次分泌。蛋挞液的配方放在屏幕上了，过一下筛，口感会更细腻。这个烤箱还能用手机控制，选择烘焙，按开始键就可以啦。追剧必备的爆米花也不在话下，一机七用，很实用。嫩滑的烤鸡，香甜的蛋挞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他比我轻那么多，还是很怕胖，但是又想吃甜品，所以这道甜品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今天用到的是北海牧场乳酪布丁味酸奶，零蔗糖，一杯只有60卡，每一杯都发酵4-5个小时，更适合这道甜品。一层芋泥，一层紫薯，一层红薯叠起来，在外面抹上一层浓郁的北海牧场乳酪布丁味酸奶，用水果装饰一下，健康美味还不胖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有手就能做，味道很不错，快来你的男朋友记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调料都在屏幕上了，有需要的记得保存。下豆角翻炒均匀，倒入开水没过食材，盖上盖子焖一会儿，先舀出来一点汤汁备用。等锅里的汤汁变少，把刚刚舀出来的倒回去，吃了一次就爱上豆角焖面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你家那位是喜欢吃米饭还是喜欢吃面条呢？今天这个配方稍微有点辣，最后一勺的花生酱是灵魂。今天用的是泡面，他喜欢硬一点的面条，所以煮3分钟就好，家里有条件的过一下凉水，面条会更 Q 弹。淋上料汁，草莓捣碎，倒出汁水，冰块一定要多多的，雪碧倒到7分满，再倒入养乐多。今天这个饮料很简单，但是真的很好喝，可以吸到大块的草莓果肉哦。因为加了花生酱的缘故，酱汁更好的裹在了面条上。香辣的面条肥牛，配上透心凉的草莓养乐多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发现你们都特喜欢凉拌菜，快来你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我用的是娃娃菜，用白菜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口感肯定没这么好。调料和配方都在屏幕上了，记得要做好笔记哦。肯定会有人说，哎呀，你菜怎么不洗呀？其实像白菜和娃娃菜这种，最里面都是最后生长的，很难接触到灰尘、农药，害虫也是进不去的。如果实在不放心，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